会当，所以恁若看到个当中咧，看到迄个啊咧挂布咧，因伊咧变一双脚啊，一双脚变一双脚啊，恁若遐歪歪咧凹，扑下迄个布咧当，安尼，啊无你咧当用迄个布，你要用乜当？你迄个布咧当用到嘴面来会当，啊不是安，但是实在是你讲阳光空气味啊，伊去阳光，迄个阳光脚啊。就是讲咧，咱的自性，咱的自性之体嘛吼，咱的自性之体，咱本性，你无法度破坏掉，就是做个比较东西，咱人被创被挑起，迄是自性无死的啊，就是过年，敢袂小气，袂小气啦，是嘛在死命啦，啊若爱破坏咧，敢袂死，袂死，迄就冒出来了。所以你今天你特别，你无法度来帮破坏掉你的自信。所以佛陀为着迄个物件，当然比你这个阳光，但你无法度去甲灭迄个物件。唔好咧，人死叫做人叫做鬼死嘛吼，人鬼死，人咱讲迄个人死，迄个死是凡人咧讲，凡夫的人讲这个肉体死，唔是讲迄个灵死。吼安尼，啊无差无在天道，啊唔差在地狱。到地狱道，到畜生道，到轮回道，到阿修罗道，到天道，到天，到这个道，哦，到一个佛，到一个菩萨，到一个迄两个辟支到达了啦，到这两个十方界，到这，到这两样出，就是这十方界，就是因为这个灵，因光自性这个物件去转，啊，这个物件，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，安尼，啊，今日你。就是要修，恁知影，恁知哪位？对，我这若无法修哦，啊，我这自信袂歹啦，判不煞哦，无去，我都袂判，伊后壁去轮回，去接受痛苦，去接受无几多，去接受哦，就伊个国尊，哎，规日话问当年，啊，年年来看我，迄大舅们吼，迄去迄时阵啦，迄诈骗集团去北面吼，迄周边偌水呢？天桥把它拍掉了。嗯。啊，你看我先，可怜之人有可恶之处。嗯。但是伊唔是按这个说好，按这说咧，伊心里说好，伊去到个叫咩天主呀？啊，他较伤心，真是表面讲无去，你我阿心烦啊。去到遐个时阵啊，你要几刀？畜生刀无几刀？地狱刀？甚至你要装几百岁、几千岁的人，你若太死偌济，迄因果较深呢？迄个因果是袂让你袂超过一个物件呢？哎，我师傅，但是若讲灵魂无死都无去，那个衰的，那我的死不衰，未衰，因为那个金刚这个自性内底当中呢，因为何你的欲望去害了欲多论的欲不小心，因果痛苦。有痛苦无？未死啊，你未死啊！啊，那是死的就是
说未死啊，咁是安尼，比如死就说，咁死就说，死未说，死来说，无人要死了，无人要死了，啊，耍到了，所以就是爱了解，希望过来一当间获得，我操，你有一个金光自信，你这个物件，但你金光的自信了后，你有一个物件，以这个物件生啊，生息的物件。因为地上最热，要叫它发展，好，叫它发展。只要地上最热，你也无，你也无地位。因为是安怎，咱就生地上。因为咱的欲望，咱的欲望太侪，咱的思想太侪，哦，啊，咱的妄见太侪，咱的妄想太侪，咱的众生的地点太侪，所以咱必须是怎个啦？咱以一心的来对当用。人拢比较，你不是欲望的物件，我无断人往不断，咱以前不是物件，到尾啊，咱是自信，从必先有一个高明累积的自信，必先叫扛，叫扛，就是你这个自信本来就高明，对我想讲，这就是你本来真的是个高明的物件，这个念头，因为你这个念头，但是用出来更加的用。一直讲，一直讲，叫名啊！哦，一直叫名啊！哦，这是头根嘛，是头根嘛，一直叫。但是奥运大只，奥运大只，他唔叫。这个镜，这个面镜，这个叫做光明，这个叫做光明，这个镜我光明。啊，这个镜你甲打作势，作势，作势光明，啊，就明无。这个镜无明。不是这个镜无用，是因为你用这个方法达标，唔过咧你来能把这个物件杀到清气，这个对不对？啊，这个用就是咱咧讲这个用，就是对这个物件，是本来伊的伊本来是方便，伊本来是，是安怎咱今日这个物件，问题发现叫做欲望，叫做欲，那是欲望，那是欲望。那欲望足厉害，欲望之心呢？欲望的妄想，所以咱人在交我心有意呢，心情呢，所以咱而且当中呢，这个自性内底当中无明，啊无明就做啦，无明就做什么？哦，这个武器的代志，做什么最近的代志？就什么都想讲，分到三十几号，我三十几号呢？一三十几号就去比拼，你真正发起来呢？你看到人叫你啊，你讲，你去拍，你唔去叫人，用迄个哪个电棒来电，电棒来电，解决卡底，啊，你互你用一个迄个，那个关迄个狗仔狗人啊，来关咧，互你用吼，你倒入去倒咧，徛下徛咧，从光从古云内底，比如讲古啊，爱白叫我，你有你啊，你看你爱白叫我。你会走走袂出来，有恶心有无？有恶心，但是你都无法度。所以，咱一定爱知影，人生，你这个过程内底当中，哦，那你这人生内底这个过程内底当中呢，就是来，就是啦，来叫做低用最低。第一，就是讲啥物件？其相，体确其体，体确体相，体用。这个体确功叫实相，这个叫观相。这个问题，安尼叫做三八节。一体就叫做实相，什么叫做实相？实相就是讲自性。金刚真正讲叫做自性，观照就讲叫做智慧，智慧，这叫做智慧。其实这两个内底当中呢，讲一个物件，因为一体的智慧就是对自性造出来的。
所以让这个叫做体，这个叫做体。虽然讲这个叫做体，这个叫做用，但是其实共一个物件，一共一个物件。但是这个文字，是讲啥物件？来，利用出来，发展经典，发展经典啦，这部金黄经的经典叫做发展经典。这套经典，互你会当成佛的物件。这套经典二十字，这套经典是文字。咱以后咧读叫做哪？叫做专业，叫做专业。专业是物件，专业知识，专业知识。无讲专业智慧啊，无安讲。无经过专业知识，伊这是专业，专这是可以的。比如我就是属于这个做电子，我是会计，这是专业知识，这物件拢是世间的用的，拢是世间的用。因为这个世间，你若无去，比如我若无学会计，我就不要会计。啊，我若无学电脑，我就不要电脑。这叫做你世间的专业知识，包括电脑科啦，啊叫做哪？这头我地理科，我地理科啦所以你这个经典，这个经典发展就是讲叫做秒地位，叫做秒位，叫做秒地。这个秒地位呢，这个当中呢，因为伊有来有无，伊用做来，伊会当会收得落来。你咱学校老师所教的文字，有对一部经典，这对一部文字会当互你成果来无？无啦，拢是世间内底当中咧有啦。哦，比如讲，诶时阵啊，我着我着学会计，我着后壁来做会计啦，我着学电脑，我着来拍电脑啦，我着学对象艺术块做啥？即拢是世间内底咧趁钱，无对一项我下当出了生死，唯有一套，发展经济一套。啊，咱拄则咧讲诶，就是因公发展，就是咱拄则咧讲因。金光发迹，好无？这两字就是讲智慧，啊！但对你自性金光所流露出来智慧，所以呢，智慧内底当中，那用着用智慧内底当中基本的无物件嘛，所以那用文言发迹，文言甲记载起来，咱这部经典所记载就是互你的生活的经典，是不是一般经的经典？所以是有不相上来跟你讲，经典要慢慢去背诵哦。啊，经典有经典，咱慢慢去看；有经典，咱慢慢跟你讲。哦，经典你家己做去听。哦，原来那个这是圣人留下来文字，留下地位，给到我们成分。所以咱讲叫做这个文字哦，这两个啊，这两个。哦，我咱拄只讲嘛，是讲这艺术最，这个艺术最，予咱人呾生活个物件。这部叫做哪？这部叫做实相，这部叫做法界，这部叫做文字，安尼叫做三波罗蜜。不想爱讲，叫做三法界，三波罗，三法界，实相法界，讲叫做实相，观照法界，讲叫智慧。这个文艺发展，来讲经典记载，因为有些物件无记录下来，咱就是无经典了吼。咱无这道理了吼。所以呢，这三种呢，比如咱祖先所延伸的三发展，我们再写出来吼。祖先，就更厉害了吼。现在我都写出来吼。是上发展的本体，迄个本体。这个体就是无用的，叫做器官骨。咱这么说咧，穿器官啦，口骨啦，动啦，器官，器官有上好，一指中位，万般的巧。当前这是真元观，真水真火于俱全，已经处理一条灯光照耀在眼前。后边各位能够二目神通来发现，你发现到了，你发现到啦。你发现到那么点的，你发现发现你家己身份，其实你身份在哪个所在？你迄个觉悟，叫做当下，迄个你的那个叫
个连贯连贯高，变成混发先连贯高发头高，讲意思，讲意思。关键啊，这就是叫做口发。好，我用心讲，你用心记个，渐渐对我念念出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这五句你个想看下，你若拄到代志的时阵，好，你若拄到代志的时阵。你甲想这个，啊，这个发，这个发内底有能量，叫做发念。发，发内底有能量，叫做发念。你甲想这个，好，讲出来不好，叫想了，那叫做转发。咱看啥？你菲律宾就有其他迄个那个上面的那个环境，伊的厝边端了火烧厝，哦，火烧厝，安尼啦。为什么用完这嘛紧张点吼？烧烧个阮厝内唔管安怎，讲伊讲肺炎，怎肺炎两三个当向肺炎，伊迄个厝，迄个倒，迄个大楼，伊个厝只嘛，伊个倒会烧嘛。吼，啊，最近车也未来啊，啊，伫迄个时阵伊归来了后，讲唔三不五，迄个情更严重呢。足奇迹哦，迄个看到倒卡。因为风啊，现在得到给耶稣嘛，风啊，更热更冷。阿多那追人车了，我意外相信呢，意外我相信，今年菲律宾加天气不冷，还七八万。嗯。伊本身就七八，伊有感受啊。哦，伊这个发，这个发展用三步，这个发展，伊清楚讲，我、哦、这是熟悉了。那你对了，那你这个头脑不？较早一排咱个花红，从栽地遐来，好，栽地遐来到大红啊，迄个大红啊，伊哩遐撒个迄个所在，到其中内底有青红，迄个飞机撒了哟，迄个飞机落去哦，迄个就毛咯。啊，这个损失，而且这个是我后面我讲个，损失有迄个物件，你看哇，迄个叫做印象。哦，你叫他分别不能来用，所以呢，这个物件内底当中，眼观、口觉，好、哦，口觉叫做触觉，心、魂、意、志、合同，这个呢，这个功用，哦，身宝嘛，这个魂意功用，又有认定你有靠贵的这个功用了后，见到好多，比如讲今天电机嘛。要讲电脑，电脑个功能叫做哪？叫做两点点。电器个功能叫做哪？电器嘛。电脑功能叫做哪？暗器嘛。但是，啊，咱今日你又要讲这个功能，又要讲咱个主线出现叫做哪？你是咱个主线嘛？或者主线功能嘛？这个个功能，这个能量嘛？哦，所以进化个主题个时叫做主线定位。后边本来叫，伊讲金光啊，个啦，发展后边本叫得啦，波罗蜜。我想讲个波罗蜜是榴莲啦，哈，波罗蜜。迄个波罗蜜就是筛选，迄叫做梵语，迄叫做梵语，波罗蜜叫做梵语啦，哈。该说的那叫叫得啦，登山啊，顶上啊，顶上花啦，对啦，顶上花。你会当得到实相法界了后，当中会当得到三法界了后，你会当哪？你会当菩提，你会当定上吗？刚才讲的，你唔免着咱这物件叫做苦海，咱就多努力叫做苦海嘛。你往上嘛阿罗汉，你是天神，人道阿修罗道，非常贴心的地方，直接阿弥陀佛，你还不行。天行的代表你应该做，天行就应该做。天行是阿爱用得了没有？一岁的公仔是做了足好，但是伊哩无好，伊哩只哩无八年，四三八年的好好，受着考验，但是伊时间够长，应该够来转。那我们到高铁旁边，来去到去，哦，比如讲咱过去的是咱沿线到旁边去到，啊，到旁边，你怎样做到旁边啊？当然你过去。目标做路，伊过去做好，但是咧做神，但伊嘛是变成变法啦，伊嘛是靠安尼来轮回啊，轮回做人，啊人无选择轮回，这心嘛是安尼轮回啊。
伊嘛占伊个时间咧搞，啊，今日囡仔要来娱乐，因为伊个人啊，啊就接受不了，所以托付个人来娱乐，变拢产业足济心，哦，比如妈祖，嘛可以娱乐不了，就是一个实个物件啦吼。所以今日咱比如这个较好个一点，但是今段就是要来讲，哦，这个做主席地位印象官，后壁去。迄、那个金呢？迄、那个金，这个金啊吼，叫做剑，剑剑剑，就是金杯剑。你今日你要进着刀，你要进刀一定爱哦，比这个来对当中任何啊，这个任何，这个金叫进刀机，你要进刀机一定爱剑。剑嘛，剑就是剑，剑就是路，你爱行。我行有自信，哦，地位，哦，地位，哦，我有咧看些物件，我去想下得，我无去改变，我无去行，你安怎进得去？我马上去台北绝对行。好、哦，啊，我要去台北，啊，我带只公台北的，到台北的，就是一定爱去买车票，唔着开车去。唔得坐高铁去，唔得你用什么方法去？这个剑就是，这个剑关键就是这个剑，剑叫做剑剑，剑是叫做剑。你爱惊过，你爱惊过这个物件，你无惊过这个物件内底，当作你进未着道，安尼叫做剑道，安尼叫做剑道。所以剑光法界不如你，剑就是讲叫做剑的意思。那安尼当中咧，咱拄则讲诶，金光法界嗰里面金，一经把所有即个金光金内底当中拢讲了，伊无离开这位，伊咧讲内底物件，你想哦，变讲诶，无离开这物件，那离开这物件，啊后壁所讲诶物件，拢叫做外道，毋是经典，拢叫做外道。啊、所以伊的主题就是把伊内底内容拢讲了。可是呢，咱听到这物件，咱也无了解到底伊内面伊的妙是妙唔对。咱安尼虽然咱知影，但是咱也无去甲了解，咱的地位也生不出来。我是知影尔，我无行过，我并不生出来。啊，所以熬出来，哦，啊，今日时间也已经够了，吼、哦。啊！伊个讲金光经内底当中，金光法界道理经个内底解加上解说啊，金光经内底个相关个元素，安尼即时间就用只点外钟去。啊，所以呢，咱奥数啊，会讲到本文啊，如是我们一时不在笑时，伊个可能咱讲个本文哦。啊，伊个金光经其实无深，但是你若听有啦吼。你也都听，我也听啊！伊伫咧平时咧，哦，叫讲亲，其实咱拢变袂去听着，但拢变袂去讲，现在就感觉是亲啊，对啦吼。我猜啦，我来亲亲亲，我得讲袂记，我惊看嘴个，我得亲亲亲啊！你啊，当袂惊我咩嘞？哦，啊，咱若真正来听，或者来参考，哦，叫讲叫讲嘞，较简单，但迄物件不要变就好啦，咱都知影吼。啊，所以今日的时间啦，吼，代表。介绍啊，这个金光金内底先生哈，啊，这个啊建言啦哈，啊，这是咱哈啊，因为当年我们在做这世界一流高物高来的当中，不光三这两个这个神佛经啦哈，三种神佛经啦哈，这不是讲三两面讲了，因为内底内容足济物件，有够济物件，啊，面数够济。其实不好嘛，材料，只不过是因为咱家咱办，啊，你较简单个物件，啊，你开我放来，我做好做，安尼去得啦。我讲过，这是你烦恼个，安尼得啦。啊，这是来做些方便的吼。啊，而且咱好啊，最好跟大家这个心情愉快，啊，心情健康吼。好，谢谢各位吼。啊，好，谢谢。
感谢父前人慈悲前好运功，昏道运功，地般向无极老母先三一公里前道运功，再一功，三一功，感谢父前人慈悲功，感谢本尊慈悲功，昏道运功，再一功，三一功，感谢父前人慈悲功，感谢本尊慈悲功。持驾向无极老母行三一公里前大运功，再提功，三提功，持驾前人一功，送驾护前人一功，送驾给文师一功，昏道运功，再提功，三提功，持驾前人一功，送驾护前人一功。好，感恩感恩，晚安晚安，嗯。